欢迎大家来到黄崇武夜场。话说呢，这个台股过了母亲节之后表现怎么样呢？有人讲了哈，今天台股表现得特别逊啊，特别逊。因为你看亚洲盘呢，哈，大部分来讲呢，普遍都上涨的，但是偏偏台股在今天呢，开低走低，开低走低哈，等于这个指数它还收在最低点啊，这种情况只差了8800，它还没破而已啊。尤其你可以注意到哈，今天不只是全指股它本身往下掉，还有包括呢在盘面上呢，涨停的固然有，但是跌停的来得特别多。今天这个跌停加速呢，比这个涨停加速来得还要多。以最近来讲的话，这种现象来得都比较难得，比较罕见，代表怎么样？风水轮流转吗？风水轮流转嘛，在之前表现的啊，这个特别强的所谓亚洲奇葩这个样子的一个台股，是不是开始出现什么变卦的一个警讯呢？好 ，OK， 都没有关系了哈。反正在今天是礼拜一哈，过了这个母亲节之后呢，啊，是不是要做一点收心操呢？还记得吗？上个礼拜呢，我还特别讲到一件事，因为上个礼拜刚好呢有这么一则新闻呢哈，什么新闻？关于谁的新闻呢？来看到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要到美国去挂牌了哈。那么要去挂牌，不是挂牌之后呢，改天他这个公司总市值上看200亿，不是哈 ？IPO 要集资大概200亿美金呐、啊。事实上，人家估计改天总市值可能达到了将近2500亿的美金，啊，如果这个样子的话，真的就有够大了哈。那请问一下，他的一个老板，他的一个总裁，他的所谓的主席在哪里？就是他，马云了，马云了哈。那么就有关于马云呐、啊。在之前呢，我记得呢，我们假日公益节目《全方理财家》，我曾经也介绍过马云哈。那介绍之余呢，我也特别利用这个假日了哈，把他呢，之前包括现在所做的一些资料，把它汇整了一下。我说呢，我们可以啊，在我们节目呢来讲一讲关于马云的专辑啊，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今天呢，在母亲节过后呢，我们做马云的专辑一。啊，马云专辑一了哈。那首先大家了解一下哈，马云，啊，他来自于哪里？马云当然是大陆啊哈，啊，他是大陆人。那他大陆哪里呢？告诉你就是浙江哈。那你知道最近呢、啊？说起来的话，最近常常这个大陆人家在讲嘛，这个所谓影子银行啦、啊、地方债啦哈，频频在出事情，包括房地产是不是开始走下坡？啊，因为地产商出状况都在哪里？啊，几乎通通是在浙江。哈，最近，这可以说接二连三啊，爆发的浙江啊，所谓公司老板倒闭事件的什么的，通通是在浙江啊，都在浙江哈。刚好马云呢，啊，他就浙江人，哪里人？杭州啊，浙江的杭州啊，所以呢，他在浙江杭州土生土长，而且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他学是什么？大家讲说，哎，马云现在可以说呢，这个全球电子商务的教主啊，那这种情况他学的一定是跟电脑相关的。告诉你不是哈，马云是这个杭州师范学院呢啊英文系毕业的啊，英文系毕业的哈。那么到现在，因为他是从这个杭州出生，所以他阿里巴巴总部呢啊，他也是设在杭州。那由于跟着杭州地缘性了哈，马云呢他心目中有一个偶像。啊，这个有人说了，马云根本目中无人，但是他心中有偶像，他有偶像，他偶像是谁呢？啊，记得我跟他提起过哈，这个偶像跟他是同乡啦，哪一位同乡？来看到，这位是马云呐、啊，这位是马云，这位是他的偶像，哈，这是偶像啊，这个是古装的哈，来看到呢，这个所谓浙商里头的红顶商人。啊，这个是晚清布格敌国的胡雪岩呐、啊，哈，胡雪岩的总部在哪里？就在杭州，就在杭州，啊，所以难得了啊，这个马云心目中他有偶像啊，只是他偶像呢早就已经呢啊过世了，等于是先人呵呵，啊，马云他还被誉为什么哈、啊？有人把比喻成是中国的贾伯斯，中国贾伯斯，这位中国贾伯斯呢啊，心目中崇拜偶像就这位胡雪岩呐、啊、哈。那这位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呢？哦，其实我记得我也在这个假日公益节目《全方理财家》跟大家分享过了哈。那其实胡雪岩到最后了哈，可以说是晚节不保哈，晚节不保。到最后的话，其实他是被扫地出门啊，然后呢，贫病交加当中呢，啊，到后来哈、啊，可以说死的时候是贫无立锥之地。啊，不过其实在这一个历史上对他的一个评价还是相当高了哈。啊，评价相当高，说啊，当官要学谁？当官要学啊，曾国藩嘛哈。啊，如果从商呢啊，就必须要读胡雪岩呐、啊，就必须要读他。虽然他自己的下场不好啊，但是被认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
啊，重要的一个商人讲义气的一个典范。那刚好跟马云这个是同乡啊，都是在杭州。杭州应该讲到什么？杭州的话，地灵人杰啊，讲到杭州有西湖嘛啊。那在西湖办呢，总共有十景。那当然，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不是旅游节目，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跟你介绍那么多景啊。杭州十景之一啊，有一个呢啊，其实我们应该要熟悉的在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来看到哈，西湖畔有十景，那么这一个呢？这一个塔哈，这个塔不是灵骨塔了哈，你可以看到，你看那么多人哈，这个在这个观光客，这个都观光客啊，而且呢观光客太多了之后不用爬楼梯哈，还可以坐这个手扶梯，还可以直接坐这个手扶梯到这一座宝塔来，可见这个地方呢当然就有来历了。请问这个说杭州西湖畔这样的一个美景，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塔？什么宝塔？来看一下哈。没去过的话应该也看过他的大戏啊，这个叫做雷峰塔啊，这座塔叫雷峰塔，雷峰塔。那当就想到什么戏了？白蛇传啊，白蛇传的故事。那白蛇传故事在此我就不用再跟大家多说了啊，相信呢你可能都看过啊，不是看过这出戏，不然就看过这个电视了啊。那你就可以想见了，其实这个马云就生在这样的一个故乡里头，所以呢他也不与神话传说一般。啊，他这个神话传说在哪里？他居然有办法打造出阿里巴巴出来。那么，诚如我所讲的，其实他念的不是跟电脑相关啦、啊，他本身他是杭州师范学院呢，这个英文系毕业的。那毕业之后呢，他起先当什么啊？当这个英文老师嘛。那对，当英文老师之后，他觉得这个样子不过瘾啦、啊，他应该要创业，创什么业？啊，创的跟他所学相关啦、啊。办一个翻译社，哈哈，翻译社嘛，把什么都看成中翻英，英翻中这个样子嘛。但是当他呢在故乡办一个这个所谓的翻译社，当时他说呢哈，这个每个月收入多少啊？一起出了这个月收入大概只有700块，700块人民币，但是他的房租啦、啊。啊，这个店租就必须要2000块人民币了，所以可见是亏本了哈。啊，亏本经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开始呢，啊，就转手做一些呢小商品的转手买卖，小商品的转手买卖，这个很重要，跟他后来所做阿里巴巴啊最大的一个网购平台，这个有开始有相关了，对不对？啊，开始做一些商品的一个转手买卖了哈，这样才有办法支持他那个翻译社嘛哈。不过那个翻译社不重要了，因为到后来呢，刚好他借一个机会。到美国去啊，不是到美国去深造啊，出访到美国啊，那去美国出访到这个所谓的西雅图去，他说呢，那个是他毕生以来第一次接触什么网际网络，第一次上网，哈哈，然后第一次呢到这个网络上头去搜索，生平第一次哦，对不对？生平第一次那一个时候呢啊，大概在1995年，所以你想想看嘛，或许在1995年的时候，你早都已经懂电脑啊，那一个时候呢是。阿里巴巴这个马云啊，还没有阿里巴巴啊，那个时候他在办翻译社的，他是第一度呢才上网去开始搜寻资料，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大有心得了，跟他老婆了哈、啊，他老婆呢啊叫做张英，跟他以前原本是同学了哈 啊然后呢就找他们这个所谓翻译社里的同事们，大家一直开始呢来办什么，要创办的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叫做中国黄页，所以你有想到吗？以前哎，好像有一个中国黄页还蛮有名的啊，就是阿里巴巴他们这个马云他所创的嘛哈。那么创了这个说中国黄页之后，专门替国内呢哈，他们这个内地的一些公司呢制造网页，专门制造网页的啊，在当时来讲的话，说起来算是新兴行业啊，办得还相当不错哈。三年时间呢，让他赚了500万，这家公司啦，这家公司赚了500万，这个已经是第一桶金了。啊，相当不错哈、啊。那么之后呢？啊，到1999年，啊，1999年的时候才开办这一家所谓的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这个网站啊就开始了哈、啊。那么，所以这个马云讲了，他说当他1995到那个西雅图有没有？1995到西雅图，他说我生平第一次呢接触到键盘啊，或许呢你接触到这个网络比他还要早了。他1995年第一次接触到键盘，那一个时候他第一次上网搜索之后，回顾呢，就那一年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形容那一个时候，他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一个瞎子了哈啊，骑上了一只呢瞎眼的老虎，啊，骑上一只瞎眼的老虎嘛，一直到现在，他说呢，其实我对网络技术呢，我还一窍不通。啊，他讲的不晓得是谦虚的还是讲实话了哈，他现在已经是网购的一个教主了。对不对？电子商务教主，但他告诉你啊，他从1995年第一次接触到键盘，第一次上网，一直到现在对网络技术
真正这里头网络技术，他说呢，他其实他一无所知，他其实他一无所知，但他晓得要如果在里头进行网拍的事业，要如果进行电子商务，他知道。但是对网络技术呢，他说他一无所知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呢啊，怎么去形容他？说这个马云他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局势，英国学人杂志这样评语的啊，他创造了啊这个所谓世界上最伟大的局势。来看到哈，1999阿里巴巴呢哈，当时网站成立之后就合并了中国雅虎啊，成为当时啦可以说呢啊大陆最大的一个网际网络公司。然后2003年呢啊成立所谓的淘宝网，开始拍卖啦，对不对啊？淘宝网在当时来讲的话是 P2C 的哈，对不对啊？P2P 啊，就是所谓的啊个人跟个人这个样子的一个啊拍卖。对啊，很多这个所谓二手商品嘛，在上头拍卖，那然后再来再成立什么天猫商城啊？天猫商城呢啊，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啊 B to C 了哈、啊，对不对 ？B to C 了啊，这个不是个人对个人了、啊，这个开始什么哈、啊？这个所谓的一个啊，开始有这个公司啊，然后可以在他网络平台上头呢去拍卖东西呢，给这个个人。啊，对，啊，然后淘宝网、天猫商城，乃至于2004年支付宝，这个做第三方支付就开始出现了哈、啊，乃至于余额宝呢，本身在成立天弘真力宝货币基金，现在已经是大陆最大的货币基金，大陆最大的货币基金了，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呢，一路以来这个多少年，没有多少时间呐、啊，从他接触键盘到现在。真的有很久吗？没有很久。成立阿里巴巴到现在，真的有很久吗？也没有很久哈。啊，这个样子呢，他已经创造出了全球最大的购物节。全球最大购物节，以前全球最大购物节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感恩节，这个是我在全邦理财家跟他介绍过的了哈。美国感恩节呢，是在每年11月份第四个星期四啊，然后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一。黑色没有不好的意思哈，代表在那个时候啦。所以在美国感恩节呢，这个做生意的他们一个账面上都不是红字，红字代表亏损啊，大家都可以赚钱啊，所以是黑色的哈，黑色星期五代表都可以赚钱啊哈，啊，然后甚至衍生到所谓的网络星期一，黑色星期五紧接着就网络星期一嘛，那然后呢，阿里巴巴他们怎么样啊？马云他创造了双十一中国网购日。单单这个所谓的双十一哈，光棍节中国网购日，你可以看到去年的交易单日成交额超过 1.7 亿笔，单日成交额超过 1.7 亿笔，大陆人多嘛，吓死人哈！交易额呢，一天达到350亿人民币，一天就达到350亿人民币。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渴望如果今年当他光棍节再来临的时候，相信他每年啊，几乎应该都可以打破纪录的了哈，创造所谓缔造呢这个世界的一个奇迹一样。那所以你看到马云在这里，这位就是马云了哈，这个所谓浙江杭州人马云哈，创造阿里巴巴，然后淘宝网，然后天猫商城，然后支付宝，然后余额宝，甚至之前我还介绍过定期宝。定期宝呢，这个是属于什么保险商品啊？保险商品啊。那所以呢？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现在这个阿里巴巴都到美国去挂牌上市了。到美国去挂牌上市之后呢，会怎么样？来，有人讲了哈，马云这下子渴望成为大陆首富，他渴望成为大陆首富啊？为什么呢？要是说假设了哈，真的如这个外面他们所做的一个啊，国外法人所做一个评估，到时候如果真的可以达到2500亿市值的话，这个要挂牌才知道嘛哈。那种情况之下，马云呢，他个人的一个股份有多少？来看到阿里巴巴股东结构，这个阿里巴巴股东结构里头，马云个人来讲的话，他有多少？8.9%，这种情况呢，再把他总市值假设将近2500亿乘下来的话。他渴望就称之为啊，成为了大陆首富了，所以你就必须要知道了哈，他要成为大陆首富，他要挑战谁？以大陆来讲的话啊，可以看到这么一年来，大概将近一年来了，大陆首富呢啊，其实呢轮来轮去的，但原则上说起来的话啊。啊，不出几个人，哪几个人？比方要挑战是马化腾，马化腾说起来电子商务圈里头跟他来讲刚好呢互相匹敌的哈，腾讯控股。马化腾，腾讯控股啊，来得比他还要年轻，长得而且比他还要帅气，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啊，这个腾讯控股里头 ，QQ 跟微信，这个之前我都跟大家给介绍过了哈。
那这种情形呢，在之前曾经马化腾，也就是说大陆呢啊，所谓啊排行榜首富第一名的，但是轮来轮去啦，不一定是马化腾啦哈。比方呢，他们财富相当的还有谁呢？来看到大陆最大入口网站哈，百度，百度搜寻引擎嘛。那百度呢啊，这个是李彦宏。百度这个李彦宏，这个当过大陆首富的、啊，大概这一年来排行榜这几个人在轮了、啊、哈。那你看到这个李彦宏呢，他本身呢他是北大毕业的，刚所讲的马化腾呢，马化腾是哪里人？马化腾是广东人，广东深圳啊，深圳大学毕业的，他是杭州师范学院，大家都可以比较一下学历没有关系。还有当过呢大陆首富的在这里。啊，这个唯一一家所谓的地产商，这个也当首富的，首富级的、啊、王健林，这个年纪就大了点了哈。大连万达集团，啊，是大陆最大的商业地产。那么其实说起来的话啊，王健林因为说起来，人家都是属于呢，毕竟哈、啊、都属于比较年轻化，而且呢啊，分别啊说北大毕业啦，还有包括这个啊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啦，或者是深圳大学毕业。那我告诉你，王健林他15岁就从军了，15岁从军到哪边去啊？到这个所谓的沈阳军区啊，然后在那里待到30几岁退役啊。不过人家呢，他也念沈阳大学，沈阳大学毕业之后呢。那等于就留在沈阳那个地方，开始呢他的事业，房地产、不动产开始了哈，一个很大的开发商，大陆最大开发商，所以他本身也成为大陆首富级的。那不过给这个马云呢，到时候这个阿里巴巴啊股票一挂牌，在美国一挂牌之后呢，啊到时候他渴望呢就变成是首富了，啊，其实在去年了、啊、哈。在曾经呢，这个马云杠上谁？你瞧，杠上那个王健林，他看那个地产商相当不顺眼。来看到马云杠上了这个时候地产说了哈，他说呢，选择最贵的地段来做生意，错在哪里？租商用地成本高嘛哈，所以像电子商务他们成本就低了啊，你不用花大钱去租那个什么名贵地段做生意都不用嘛，你只要靠着你创新能力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要不要租店面，甚至可以不用。马云讲了，10年之后，电子商务呢市占率打赌会超过呢零售市场的50%。他跟谁打赌，晓不晓得？就跟王健林啊，对对，马云就跟他呢有一次同时练习了啊，练习一场这个所谓啊这个发表会的时候啊，两个在场的时候呢，当场打赌起来，打赌1亿人民币。啊，说如果呢，啊，看到时候能不能这个样子，不能的话，啊，我就赔你1亿。要是这样，你就赔我1亿人民币。哈哈，他说了，如果让这一个地产呢，啊，占据了大半江山的话，啊，这种情况之下，意味这一代年轻人就输了，是不是代表说现在大陆房地产走下坡，代表马云赢了呢？啊，这个呢，啊，当然等他挂牌之后再说了哈。那说起来的话，这个马云好像有好几个死对头，但是呢，对他说起来有知遇之恩的人在哪里？知遇之恩的人呢？啊，说起来起码有两位了哈。一位呢，就是当时投资他的孙正义。孙正义我介绍过了，软银控股公司呢，他本身握有雅虎日本啊，雅虎日本35%，还有阿里巴巴37%，这个才是最大股东。孙正义，孙正义才是他最大股东啊。孙正义当时呢，他投资阿里巴巴了哈，投资多少晓不晓得？投资多少哈？我看这个报纸上里头有资料了啊，来，你可以看到，孙正义好神呐、啊、哈、啊，当时投资2000万，现在变成300亿，了，这个才厉害。那同时我也讲过了哈、啊，孙正义他是哪里人？孙正义他当然是日本人，日本籍的，所以他才创造了啊日本的软银控股公司。那么同时呢，他、啊、其实他是韩国裔的，韩国裔。啊，从韩国哈、啊，他的祖父在韩国搬到日本来定居的。那么不过呢，在他成名之后，孙正义讲了，我的祖先来自于哪里？他的祖先来自于2000年前，当时呢，啊，中国春秋时代，孙武家族，他的祖先就孙子，啊，所以你看他眼光呢特别独到哈。所以今天我们时间只够跟他进行一下到这个马云专辑的啊这个第一集哈。那同时呢，如果要回到我们的盘面上。在今天有什么股票很神的？相对是很多股票在今天跌停板了、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台风季节来临，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疏通沟渠，不怕风雨来。不前往观潮、钓鱼或不当外出。防灾用品准备好，防台不烦恼。记得随时注意台风相关讯息，危险区域的民众请及早避难疏散。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黄社长传真情：一、判对数教学 DVD； 二、判对数讲义；三、判对数教学日刊。完整的技术推演，限时限量。洽询热线02-2781-0909，2781-0909。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讲到这个阿里巴巴故事，就会想到什么？就会想到所谓芝麻开门，对不对？但是最后剩下时间呢，我们讲一下芝麻关门的芝麻关门。那么来看到哈，在今天一档个股跌停板，名字叫做郁金光，叫郁金光。那为什么今天会跌停板呢？公布财报，第一季呢亏损比去年亏的还多，第一季就亏了大概3块多了。来看到这个，去年我们在讲述郁金光，叫你呢逢低不要买。当时股价呢从几百块掉到151块，不要因此贪便宜，我叫不要买，为什么？被求忤逆。股市孙子兵法里头来看到859D 哈，搬过来告诉您第二则被求忤逆。那结果当时股价越跌越低了，甚至来啊准备要探底，都当时的事情哈。我说不要去低捡便宜货哈，给它再下来跌到100块，便宜吗？不便宜，还是不便宜。再下来跌到那跌停板93.5，更便宜了。No， 奉劝你当时呢不要去买它哈。再来跌到81.4，我起码告诉你哈，在这个地方就不要再喊打喊杀了。全破性给它总修正第二大关在79.4，已经接近了哈。何以见得呢？必须透过月 K 线看到这个样，15块多涨到41，给它回档下来，全破性总修正第二大关79.4，回到79块。于是乎呢，股价跌升之后总会反弹啊。这个样子怎么反弹的 ？A。BC 反弹到 118.5， 叫做技术性反弹，结果弹到这里大概半对数第二关，差一点点还没到啊。这种情况之下呢，问题它的业绩面有没有因此呢啊转亏为盈？并没有啊。啊，于是股价现在开始又发作了，往下发作。要是说它接下来再继续往让它呢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啊，跌破前低的情况之下，你就必须想到一件事，什么事？来嘛，回到全波性总修正，既然知道第二大关79.4，就之前底部，要是它业绩面这个样子哈，连带技术面再往下再破底的话，你必须要知道 P3 第三关在哪里，第三关在哪里，自己先算算看。像这样的一个公司，对不对？你看到另外这家公司，这个不是郁金光了，另外一家公司亏，一年可以亏到4块多，不只是这个所谓的业绩亏损而已，你看到根本就没有生意好做。这个是营收，营收已经说到没生意好做，没有生意好做了。
但是这样的股价呢，它一样会涨，一样会涨，怎么涨？一二三四五，一样可以涨上来。涨上来之后，问题呢？板将应对，板将应对之后，它已经破线下来，到这里为什么不继续跌呢 ？P one， 为什么空单继续抱着？为什么空单继续抱着？有那种芝麻关门的股票哈，改天给它一扳，一板脸之后再掉下来，怎么上去它就可以怎么下来，怎么上去就可以怎么下来，这个就所谓芝麻关门的股票。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黄社长全真情：一、判对数教学 DVD； 二、判对数讲义；三、判对数教学日刊。完整的技术推演，限时限量。洽询热线02-2781-0909，2781-0909。太阳滤金，太阳光电集团正。